家好，米歇尔，明明，这是你送来的金碟。那是尤里来的金碟给我们。没在尤里。就是上个月我们在缅西一起学中文的，他常常带东西给我们吃。以后我们应该叫他吴太太，因为大家给吴先生。哎呀呀，我想起来了，原来是那个尤里的结婚。我们这个星期六一起去可以吗？可以可以。就那么办，我们这个星期六见。啊，哦，这个星期六五点你们可以吗？我可以啊，可以。好了，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